有几题题目咧，我哋喺金堂同大家分享嘅就是、今日我梦啦，咁一阵间会讨论到嘅。咁所以因为咁啦，所以我哋将上一次已经讲过嘅地方咧，就喺度提一提，因为我哋要睇呢几题题目啊嘛。咁所以咧由原文咧。由舍利弗毗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咁我哋喺呢度咧，无量无边咧，亦都解过，即系数目好多。咁啊，亦都冇咩数目可以计算噶啦。咁啊，阿僧祇咧就亦做无央数，亦都系冇数目可以计算嘅，好大好大嘅数目。咁而家。涉及到一个劫字啦，咁人民大家都知道，包括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等啊，或者呢度咧后来系冇提到缘觉，咁又系另外出现嘅一题题目。咁我哋睇下咧劫啦，因为咧我希望同大家解啊，我哋话三大阿僧祇劫嘅修行，那个劫字咧喺译过嚟英文咧系 kalpa。咁 keeper 亦做劫波嘅，即系两个音嘅。但系我哋中国人中意简短咧，所以净系一个音劫。咁劫亦都系灾难嘅意思。咁啊，点解咧？因为有三分嘅，即系三种分别吓，有大劫、中劫、小劫。一个大劫等于四个中劫。咁点解四个咧？就系乘住坏空啊，四个中劫。咁每一个中劫咧有20个小劫。咁而家我哋计算嘅小劫咧，就系时时同大家讲劫。但大家都唔知道原来是小劫。咁小劫点计算呢？是讲咗好多次俾大家听啦，大家都背得出嚟啦。就係、从人寿十岁，每100年增加一岁，增加到人寿呢84000岁。然后再由人寿84000岁，每100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呢得返10岁。咁一增一减先至叫一劫。咁大家想象到咁样嘅一增一减叫做一劫，一个小劫有几多呢？係1680万年。好啦，咁啊我哋讲话20个小劫係一个中劫，咁一个中劫係33600万年啊，四个中劫呢成为一个大劫，一间我哋呢就会涉及到一个大劫。咁而家讲返呢劫啊，大家明白到呢乘住坏空，我都想同大家咧睇一睇啦。原来咧乘就系世界形成嘅时候，吓咁啊住咧就系我哋而家喺呢个世界形成咗之后有人嘅时代，可以讲话系比较平稳嘅时间。咁啊，咁我哋大家咧喺呢个世界上过日子，吓咁就系住劫啦，停住喺嗰度咁解。然后咧。住劫里头，我哋头先讲咧有20个小劫啊嘛，而家我哋喺第9个小劫里边，乘住坏啦，坏劫咧就系世界毁坏嘅时代。咁啊，大家笔记有噶，但系个次第咧有少少混乱啊，即系每次编排都唔同。坏都要一个中劫咁长先至坏得完。咁喺坏劫初起嘅时候咧，就有大火灾。所以我哋话大三灾、小三灾。而家咧讲翻大三灾咧，系坏劫初初起就已经有大火灾。咁呢个火灾点大到咧？越烧越厉害，烧到咧乜嘢都冇嘅。咁啊，空空洞洞啦。咁啊，平时火烧咧都仲有啲灰见到啊。而呢个劫火咧系冇灰嘅，连灰都冇嘅。咁呢个就系大三灾嘅第一次大火灾，第二次唔系第二次啊，第二讲紧大三灾嘅水灾啦。咁啊，第三咧就系风灾，唔系同一阵时间嚟噶，火灾、水灾、风灾系轮流嚟嘅吓。咁啊，坏劫初初起咧，大三灾系第一系大火，大火啊吓。咁啊，从最低嘅阿鼻地狱一直烧到去初禅天。咁啊，然后咧大火灾过后咧，
到空劫嘅时候啦，大火烧到空洞，乜嘢都冇，咁咪叫空劫咯。成住坏空就系咁啦。套入我哋而家咧，我哋任何嘅事事物物都系成住坏空。讲人咧就生老病死，讲物质咧就系成住坏空啦。你可以话呢个水杯，成就系造成啦，住就系即系停留喺呢度，你用几耐咁咪住咯。坏咧就系嗰啲分子咧分裂咗啦，啊嗰啲 particles 咧分散啦，咁咪坏咯。烂咗嘅嘢咧唔使裂晒粉碎都系叫坏。我哋用唔到嘅电灯啊咩都叫做坏噶咯。空都系等于空，你用唔到嘅嘢冇佢嘅作用啊嘛。咁所以我话而家讲翻大嘅成住坏空，空劫之后咧，世界又重新再出现，又系成劫，跟住系咩啊？住劫吓，咁样周而复始。咁我哋讲第二次嘅坏劫咧，仍然系大火灾，一直要经过七次嘅大火灾吓。咁第八个大劫里边嘅坏劫咧，先至系大水灾，明唔明啊？即系坏劫最初开始就系大火灾，然后咧七次啦，先至第八个大劫嘅坏劫咧系大水灾。咁一直就烧到二禅以下嘅世界都被大水淹没嘅。咁呢个系第八次嘅大劫，七次嘅大火灾，一次嘅大水灾，要轮流经过七回啊，再嚟七次嘅大火灾，总共呢就系六十三次嘅大灾。经过六十三次嘅呢个大灾系到咗即系话六十三个大劫，到第六十四次嘅大劫咧，就系风灾啦。咁我哋成日讲咧，三禅天啊，上至有风灾，即系初禅天咧火灾烧到，即系话二禅三禅咪冇火灾，水灾咧就淹没到咧二禅，吓只淹没到二禅以下啦。但系呢个风灾咧，三禅上至有风灾啊，就好大噶啦！呢个风一路要吹到三禅天啦。咁点解咁大火啊？大火灾神，因为有七个太阳啊一齐出嚟烧呢个世界，咁所以咧就会有咁大嘅火灾啦。咁大水灾咧，点解叫大咧？就因为佢咧浸到咧所有啲嘢。是好似俾水浸盐咁溶晒嘅，任何嘢都俾啲水溶化咗，一啲嘢都冇得留，咁啊，然后到风灾，咁啊，风灾过后，六十四次大灾咧，就系六十四个大劫，空劫就系头先我哋讲已经世界毁坏完啦，变成好似虚空咁样，所以叫空劫。但系亦都要咧，空劫都要停留到一个终劫咁长，然后再慢慢咧形成一个新嘅世界，又再周而复始有成劫吓，成住坏空又再从头嚟过。咁大家明白到大三灾，咁而家咧又睇翻下小三灾啦。小三灾咧就系、是每一个小劫嘅最尾。都有所谓嘅小三灾。咁第一个系饥馑，点解饥馑呢？就因为咧，通常我哋讲话咧，冇嘢食，点解会冇嘢食啊？冇嘢种出嚟啊，咁有冇得食啊？冇喎。咁点解咧？因为龙王咧，即系天上嘅龙啊，唔系海底嘅龙啊，见到世界上嘅人太恶啦，所以七年都唔肯落雨。咁各地方咧旱灾。就冇嘢可以食，冇嘢种得到，咁呢个叫饥馑灾。第一个一定吓，饥馑灾咧，大半嘅人都要饿死嘅。咁啊，到呢个时候，我哋讲呢个小劫咧，人寿就会短命到三十岁。咁啊，点解咧？就系人心啊，一日比一日恶，所以寿命亦都跟住短嘅。短到人寿三十岁就系呢个饥馑灾，咁然后到寿命二十岁嘅时候咧，仲厉害啦，就系瘟疫灾。咁
瘟疫嘅时候咧，我哋都经历过咧2003年沙士，系咪？就系啲人吐出嚟嘅嘢咧，碰到都可以送命嘅，就系呢啲嘅细菌啦。咁啊，又系死咗一大半，到咗寿命短到十岁嘅时候咧，人嘅亲恨心咧好重噶，即系发展到极点，就系大家就算咧系朋友。好好嘅朋友呢，可以一言不合话不投机呢，就拿把刀出嚟杀对方㗎啦。所以地下生出嚟啲草呢都可以当武器用㗎，係一把刀嚟㗎，啲草都可以做刀，咁啊都可以杀人。咁嗰时候点呢？你杀我，我杀你，大家互相嘅厮杀，遍地都系刀兵灾。咁人差唔多要杀到冇啦，咁到呢个时候呢，天上嘅天人呢怜悯啊，所以落到嚟呢人住嘅世界，劝化啲恶人，渐渐呢人开始呢改恶向善，经历过好多嘢先识得改恶向善。而家大家睇下，系咪好多人心都系好恶啊？好多食物呢都系一啲伤害人嘅食物，做咗一啲咁样嘅恶事嘅人，为咗一点点嘅蝇头小利，要赚多少少钱啫，就做一啲黑心嘅食物去伤害好多好多嘅人。咁呢个就係人心向恶嘅问题啦。咁啊，而家呢因为天人落嚟劝化啲人，慢慢呢人心渐渐向返善，所以寿命亦都渐渐加长返，再加到呢一路每一百年增加一岁，增加到几多岁啊？84,000岁，系啦，大家听咗好多次都记得啦。咁啊，咁到咗84,000岁嘅时候咧，自自然人心咧又渐渐咧恶起嚟啦，又寿命咧又跟住减劫，减翻到10岁啊。咁样经历时间计算咧，系咪期间碰到好多嘅灾难啊？咁所以呢个劫咧就系灾难嘅意思啊。咁啊。而家我哋解释第一条问题，大家睇头先打咗出嚟，我读俾大家听啦。阿弥陀佛嘅寿命无量，呢、这个我哋可以理解，但系点解极乐世界嘅人民寿命都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好容易解嘅啫，边几点啊？四点。乘住坏空嗰四点，你都讲得啱嘅，因为阿弥陀佛咧，佢喺因地嘅时候啊，一路修行咧，好多嘅功德系咪啊？所有佛咧三期修福业，百劫修上好啊。咁佢修咗咁多功德，而阿弥陀佛嘅极乐净土系佢嘅功德所成，自然就冇头先所讲嘅灾难啦，又冇大三灾，亦都冇小三灾，唔会毁坏。所以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嘅人民呢，冇呢啲乘住坏空嘅劫嘅毁坏，一路好长寿。咁一直收上去。咁如果佢哋曾经做过嘅恶业，喺净土中嘅讲法下，我哋要信㗎，就係话好诚心念一句阿弥陀佛呢，可以消几多罪，大家知唔知呀？80亿劫嘅罪啊，重罪添啊。咁所以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嘅人，从前嘅恶业其实已经消灭得干干净净㗎啦。原因就係、是、我哋又讲返，一切都系阿弥陀佛48愿里面其中嘅愿心嚟嘅。佢话佢呀自己成佛嘅时候呢，寿命无量光㗎嘛，无量寿㗎嘛。咁及其人民呢嘅寿命都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咁长嘅。咁因为佢成咗佛啦嘛，所以呢亦都完成咗呢个感应呀，亦都会出现啦。咁呢度解释咗一部分咗。咁我哋亦都知道佢嘅愿有阿弥陀佛嘅悲心同埋愿力，咁咪西方极乐世界嘅人民就可以安安稳稳咁享受呢个无量无边无数嘅劫咁长嘅寿命啦。
咁仲有一层咧，要大家睇，我哋第一堂讲咩咧？法界本体，大家记唔记得呢个名称啊？法界本体，第一堂冇嚟啊？有啲朋友冇啊？嗱，本体，我哋即系话十法界，大家知啦，四圣六凡，咁啊，只系提俾大家，本体咧其实系不生不灭。冇生点会有灭嘅呢？所以当佛成佛呢，係返去所谓涅槃，涅就係不生，槃係不灭嘛，係返去佢呢个根本无生无灭嘅境况啦，或者叫境界啦。咁呢个就係佛进入涅槃。咁我哋人系咪呀？当然系啦，众生讲起一个人本来就係不生不灭，既然冇生灭，咁个寿数系咪永远冇完结啊？所以而家成日都话，智者大师吓、入定嘅时候见到阿弥陀佛仲喺，唔系阿弥陀佛讲错，我哋嘅世尊仲喺灵鹫山讲紧《妙法莲佛经》，仲未散嘅呢个法会，咁就系、是、亦都系证明到啦，根本示现八十岁入灭，咁啊咩灭啫？即系因为冇再生。就冇滅㗎喇，只不过示現入滅。而我哋啦，大家知道點解會有生滅生滅呀、因为前世前前世啦，一直到而家呢，佛陀讲咗㗎喇，因为我哋嘅痴心妄心呀、妄想呀、斷唔到，将我哋自己嘅真心迷住咗，就做出种种嘅業。迷咗嘅时候，我哋咪有贪嗔痴啦，然后造业啦，咁就系被呢种业力牵引，之所以有六道轮回，死死生生啊，不断啊，咁啊，所以咧结论就系话，我哋而家点解知道生到去阿弥陀佛国土里边嘅人民嘅寿命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咁长啊？一半系阿弥陀佛愿力慈悲力嘅接引啦，加持啦，呢、这个叫他力。另外一半系咩力啊？点解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力，自己念佛啊嘛，念佛嘅功德力啊。咁所以念佛法门咧，其实系两面嘅，自力同埋他力。唔念得唔得啊？唔得噶，所以都好好嘅，有自力有他力。咁啊。用啲时间讲一讲，咁中国净土宗嘅始创嘅人咧，叫做谭联大师。佢曾经咧，即系未创立呢个净土宗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攰啊，可能修某啲嘅法门咧，觉得好攰，身体亦都唔舒服啊，觉得哇人命危殆，自己嘅身体咁差。生死无常，所以呢就諗一个心要搵长生不老嘅先方，唔係不老添嘛，不死呀。秦始皇都諗啦，係咪呀？咁佢亦都有咁嘅諗法。咁所以呢佢就离开五台山，由呢几句说话知道佢係修佛啦，喺五台山离开咗呢，去江南呢访一位道家嘅术士陶弘景。咁大概嗰时候咧，佢哋生于452年到啊。咁佢要学道家嘅长生不老仙术。咁啊，陶弘景咧赠送佢一本仙经，咁佢带翻啊，带翻嚟经过洛阳，或者佢翻上五台山啦、到咗白马寺咧，遇见当时嘅西域高僧菩提留支，佢就。问菩提留支，而且有一种质问嘅口语，佢话佛法里面呢好似冇长生不死嘅方法喎、咁啊冇嘢，佛法系印度嚟嘅，你呢个西域嘅、高僧都好啦，我话冇办法，西域嚟嘅佛教啊可以胜得过我哋中国震旦嘅仙经啩。咁菩提留支听到之后呢就呵斥佢，咁然后呢就俾咗一部观无量寿经佢，佢话呢个呢
你依住修行呢就可以解决生死㗎啦。咁大家都知道净土嘅五经啊，其中观无量寿经啊，有十六观经啊，观宝树啊，观种种啊。咁而且呢后来呢仲送咗佢自己译嘅往生净土论、往生论啊，好多本俾佢呢。咁谭联当时顶礼接受咗之后呢，哇，一睇知道呢原来真係喎、佛教里面有好多都是令到我们能够不生不灭的方法，所以他就烧了这个仙经专门弘扬净土啦。他很勤力地修这个净土法门，成为净土宗的一代宗师。跟着呢我们要讲给大家听个大劫，所以跟着的文字呢上次都有讲过了，简单再跟大家讲了。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这个劫是指大劫，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成了佛呢已经过了十个大劫。平常刚才我们数紧呢很长的时间，一个大劫都很长，刚才讲了一个小劫给大家听，然后又讲了一个中劫的长度，大劫呢就更加长啦，是134400万年一个大劫。而家呢阿弥陀佛已经成咗佛十个大劫，咁就係好长嘅时间啦。咁但係如以西方极乐世界嘅寿命，佛嘅寿命呢，无量嘅寿命呢，啱啱开始起头㗎咋，十个大劫都係。仍然呢阿弥陀佛会喺西方极乐世界说法讲经，接引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去那里跟住的原文呢就是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咁呢度呢我又整出一条题目同大家呢分享啦，打唔打到条题目啊？就是在这句说话里面问出来的。这里说阿弥陀佛的国土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阿罗汉而不讲缘觉，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只是讲只是有声闻弟子啊？这里不讲缘觉，到下一段都不讲缘觉，跟着就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咁多系咪啊？声闻弟子嘅阿罗汉呢，非是算数之所能知，即系又系计算唔到咁多。跟住就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从来冇提过缘觉成嘅或者缘觉果位嘅正者辟支佛嘅，点解啊？大家有冇谂啊？其实呢《阿弥陀经》咧好简单，每一句大家都可能喺字面度咧知道佢嘅意思嘅。但呢啲咧棘住喺少少嘅问题嗰度，所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呢啲题目啦。有冇谂到啊？点解净系讲声闻嘅阿罗汉唔讲缘觉？哎呀！非常之好。缘觉是点啊？或者叫独觉，是观十二因缘嘛。佢是智慧好高的，佢自己咧睇到观察，春观百花开，秋看黄叶落，佢就明白点解呢个世界，头先我哋讲成住坏空，点解空晒，然后再又周而复始，又再有成咧，世界又再形成嘅咧，人都系点解咧？他想出个道理啦，咁佢就係修呢个十二因缘啦。十二因缘里面讲因为我哋人类啦，讲人类嘅生命史啊，因为我哋嘅无明，所以呢就有啲行为啦。呢啲行为呢有善嘅行为，有恶嘅行为。而家讲緊恶嘅行为呢，招感呢就我哋要再去轮回投生啦，再入胎咯，係咪无明缘行行缘识，呢、这个识係第八阿赖耶识。是去后来先作主翁即是说最迟离开一个人
死咗之后，最后离开嘅去后，来先系最先佢去投生，系呢个阿赖耶识啊嘛。作主翁亦都系我哋嘅主宰咧，唔系我哋嘅心，系阿赖耶识，因为佢储存住乜嘢啊？我哋所做嘅善善恶恶业，用现代嘅术语就系而家个电脑嘅资料库吓，所有嘅资料咧储存晒喺嗰度，我哋嘅善恶业。储存晒喺阿赖耶识里边，咁有时咧就翻页式啊，你打咗嘅时候会自己翻出嚟过往做过啲嘢影现出嚟，所以咧你话啊，我打咗咧好清明嘅时候咧，我感到一啲嘢，但未必系真，唔系唔真，系因为你唔知边一世都讲过，你话哦出咗六个字啦，叫我去买六合彩喎，唔中就系因为唔知系边一世嘅呢几个字。所以是不是不啱，而是因为很多生很多世，我们的业识种子未起现行的时候都还是储存在这里，因为而熟嘛，有时这些熟了现出来啦，起现行啦。所以我们说呢，现在说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先有缘觉，讲到明阿弥陀佛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不是有佛啊？咁所以就冇呢啲圆觉成嘅根器嘅人，亦都冇正圆觉果位嘅人。咁但係会有旁边其他冇佛世界嘅圆觉都会发咗个愿去西方极乐世界，有冇啊？有，当然有啦，即係呢啲可能性一定有。咁既然佢哋发咗呢个愿，就唔可以再叫佢哋係圆觉㗎喇，係咪？咁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刚才讲都是阿罗汉，即是大乘的声闻，因为他们已经个心转的了。不要说这些声闻那位的是大乘，即是阿罗汉，他们都是大乘的了。乃至下品下生的人呢，都是大乘气派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看法。咁啊，跟住同啲题有关嘅咧，就系话有人话咧，西方极乐世界声闻缘觉，一个叫小乘，一个叫中乘，或者都系叫小乘啊，声闻缘觉都叫小乘，唔应该会有嘅喎。点解喺呢部经特别又话有声闻咧？咁大家又点睇啊？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些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呢，他在人间都会修小乘法的，有没有？当然有啦。那他们没有发到这个大愿，什么叫小乘啊？就是自己坐一架自行车载自己的，即是叫自了汉，自己修自己一个很清净的心，断晒那些贪嗔痴，先正这个断这个什么呢，见惑，跟住咧就断思惑啊，见睇见嘅嘢你贪断咗，再跟住咧一个层次系嘅思惑，然后再跟住断咩无明惑、无明尘沙惑，分断分正咁成噶嘛。咁而家咧，佢哋初初啊喺人世间嘅时候都系修紧小乘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未发愿咧，我要做菩萨。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喺度跟阿弥陀佛学，系学大乘。咩大乘啊？大嘅车，我成佛，我要度其他嘅众生，讲道有情。佢未发呢个愿，系后来遇到善知识，善知识就即系话咧，可以咧教佢啊做善事啦，信佛啦。咁啊遇到嘅时候，或者喺临终嘅时候，好多时咧未信佛嘅人。临终有时咧，有人接引佢，教佢修呢个求生西方净土嘅法门。咁我哋讲净土法门系大乘法嚟噶啦，吓。咁佢最后啊，可以用好诚恳嘅心去念佛啊，乃至十念啊，乃至一念啊，后来都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嘅。咁但系因为以前喺人间咧，佢修小乘法修惯啦。咁佢会听咗佛陀最先喺 在世嘅时候
教他们的弟子啊，是最先的基础是三十七道品，是不是分七科。阿弥陀经呢只提什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只提了四科二十五品，三十七道品还有十二品，应该是二十五品，还有十二品，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语足。为什么不提的阿弥陀经我们解了的了，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莲花化身的，咁唔使四念住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唔使喎。佢哋係莲花化身，唔知几清净，係咪？身清净、心清净。咁所以而家佢哋惯咗听呢啲三十七道品，想佢三十九落世界有冇得听啊？冇，水鸟树林啊，风吹啲音乐啊，都係演唱緊呢啲五根五力喎。随时都有一听喎，咁所以佢哋听到明白佛嘅道理，先系正须陀洹果，跟住斯罗含果，斯陀须陀洹果，跟住咩啊？唔系第四先系阿罗汉，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罗含果，然后四果阿罗汉嘅果位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慢慢嚟。所以仍然都在极乐世界净土有这些声闻啊，或者缘觉的。咁啊，好啦，仲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智慧呢比较少啲嘅。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只能够好似头先咁样听咗下呢啲三十七道品啊，然后呢一步一步听咗之后呢慢慢转变啦，就焚破佢嘅迷惑。然后进一步而得到果位，刚才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咁都要经过呢啲小乘嘅阶级，但系唔系永远都系小乘，慢慢咧一齐破晒见惑思惑，睇下明唔明咩叫见惑思惑？八十一品嘅见惑，九十一品嘅思惑，好简单嘅譬如就系你拖住个。小朋友可能是你的孙，咁然后经过麦当劳小朋友梗中意啦，咁佢又拉住你想入去，但系你话唔食得噶，嗰啲系牛肉嚟噶，我哋唔食得噶，咁啊拖佢走，见起个心想食嘅叫贪食啦，系咪啊？贪嗔痴啦，咁你拖佢走之后，你估佢仲谂唔谂啊？谂嘅时候系咪思惑咯？女士们啊，经过周生生见到啲金银财宝咁靓，有冇心思思啊？有喎，见咗之后就思喎，然后跟住啊，想尽办法去整翻只几廿万嘅戒指啦。咁所以咧，我哋话一路咁样断呢个无明惑，然后尘沙惑，好微细，微细，因为我哋嗰啲贪念啊。举一个例，好微细嘅。你话我而家咧学佛啦、修行啦，我唔贪啦。成日都讲啊，细嘅嘢你唔贪，大嘅嘢谂啊谂下，都有得谂下嘅。都考虑得过嘅。咁所以咧，话西方极乐世界唔会有声闻缘觉咧，系冇错，因为系暂时有，系嘛？终究咧，佢哋都要修到。成功成为大乘菩萨先停低落嚟，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咁啊，简单解，如是就系上面讲无量无边啊，非是算数之所能知嘅意思啦。就系菩萨都好多，咁菩萨大家要知道系菩提萨多，亦都菩提咧系觉，萨多系有情，即系我哋有情众生之中佢觉悟嘅呢啲人叫菩萨。咁仲有咧，佢发咗菩提心嘅。咩叫发菩提心啊？八个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系啦，咁啊，非常之好啊！咁啊，而家我哋讲咧，呢啲全部系阿弥陀佛嘅伴嚟嘅。阿弥陀佛咧，好庄严啊！佢嘅光遍照十方世界嘅国土啊、佛土啊咁。咁佢呢个系佢正报，
然后佢嘅医部咧就系而家有好多嘅伴啦，啊，声纹缘觉或者你讲有缘觉好，冇缘觉好，好多时咧就系唔系好直接了当，暂时有，最终咧佢哋都会成为菩萨。咁啊，好多菩萨众吓，都系咁多啦。跟住舍利弗比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咁啊，佛又叫一声舍利弗，话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嘅无尽无穷嘅光明啊，遍照啊十方世界，去利益咧所有嘅众生，唔系净系讲我哋呢个世界，十方世界啊，啊咁多嘅众生。咁阿弥陀佛同埋生到去嗰度嘅人都有无穷无尽嘅寿命，仲有数唔清咁多嘅声闻菩萨，呢啲种种好处系由咩得嚟噶？由咩得嚟噶？系阿弥陀佛嘅功德所成啊嘛，吓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系阿弥陀佛嘅功德所成。咁啊，呢度咧其实咧，有啲经系分做上卷喺呢度停噶啦，往下咧就做下卷噶啦。咁上卷系重点系咩咧？叫我哋明白到，哇！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嘅境界有咁嘅好处、哦，咁生出乜嘢啊？因慕嘅心啊，好羡慕，咁所以就会求生西方净土啦。而厌而家个畏土啦，啊咁。这个下卷呢就要讲咩呢？就讲一个方法，点样能够收到西方净土嘅，好有层次嘅。咁跟住呢又舍利弗，嗱呢度所谓下卷啊，西方极乐国嘅众生，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咁啊呢度呢就话唔单止而家已经喺西方极乐世界嘅都是声闻菩萨，就是陆陆续续呢、啊、生对那里的人呢、都是慢慢收上去啦，没有退转的啦。咁所以呢会达到咩呢？阿毗跋致。咁呢个是梵文嚟嘅。阿呢成日无咁解。阿弥陀佛是阿是无啊，无量光无量寿。咁啊毗跋致呢就是不退转啦、啊。我哋中国话所以阿毗跋致就是冇退转，没有退转咁解啊？点解嗱？呢度又出现咗个问题咯噃，第四题嘅，点解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够获证不退转呢？咁我哋咧有个笔记啊，俾大家，但系好似唔系喺第二讲嘅，喺唔系喺第三讲，喺第二讲嘅。上一堂你翻嚟可以抄翻，冇咧可以问我哋工作人员攞翻。点解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获证不退转呢？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二论里面举出五个原因。咁啊，我哋上次都睇过噶啦。第一咧就常得阿弥陀佛嘅大悲愿护念加持啊。咁啊，阿弥陀佛好慈悲嘅，佢嘅愿力咧四十八个里面其中都系念念加持众生，希望佢哋能够生西方极乐世界。咁第二咧，佛光常照，头先讲紧啦，光明遍照嘛，咁啊，所以咧，令到众生嘅菩提心咧，时时会生起增加。咁啊，跟住咧，水鸟树林啦，讲紧嗰啲白鹤、鹦鹉、舍利、嘉陵频剧共鸣之鸟啊，啲树林咧，啲风吹动啊，微风吹动啊，及宝罗网啊，啲珠即喺度嗰啲咧，都系俾风吹起咧，好似啲好美妙嘅音乐。啲音乐系咩啊？都系演唱紧五根五力啊，即系演说紧佛法吓，令到听到嘅人都会时时念得佛法僧嘅心啊。仲有就系极乐世界咧，去到可以同上善嘅人做朋友。咁啊，唔会近一啲唔好嘅人啊，近朱者赤啦。环境咧就纯善啊，大家就个心自然就好纯好善，唔会作恶啦。咁啊，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咧，头先讲寿命同佛齐等，咁啊能够一齐收啊，慢慢收上去啊。
又加上唔退转喎、啊，最后都会收得成，收得成最后嘅一步咧就系、是、一生宝处啦。啊，呢、这个系阿弥陀佛嘅第二十二个愿。啊，阿毗跋致嘅意思就系一生宝处。咁啊，头先讲佛嘅光咧就系、是、如果有众生念佛咧，佛光就照住佢噶啦。啊，念佛嘅人啊，阿弥陀佛就放出光嚟保佑佢哋同埋接引佢哋。咁啊，因为靠阿弥陀佛嘅力量，所以能够不生呢个退转嘅心。咁啊，如果喺我哋世间嚟讲咧，大家有时咧个心系时时变嘅，做下好人咧，忽然间会变做坏人个，有冇啊？有冇啊？有喎、啊，咁大半系因为咗乜嘢呢？贪嗔痴、财色两件事系咪啊？但西方极乐世界咧，你谂想食嘢咧，思啊思念嘅思咧，你就会有食物嚟噶咯。思衣得衣、哦，你想着件啊，我今日谂下有件咩衫，你一谂啊，就喺你面前出现啦。咁所以你都唔需要霸住咁多钱嘅，系嘛？唔需要用钱嘅，可以简直咁。咁啊，就冇贪嗔痴啦。啊，仲有咧，所有嘅众生咧都冇女身嘅、哦，都系男身嚟嘅、哦，啊，都系莲花化身嘅、哦。咁所以咧就冇呢啲嘅心思啊。咁你话人咧有时会。收一种嘅宗教，慢慢咧个心思改变咗，咁就系因为有啲邪教嘅魔鬼引诱啊，咁咪令到我哋嘅知见咧唔得正确啊，立唔到主意。咁你见到咧报纸好多系咪邪教啊，集体自杀啊，一阵咧又用一啲淫欲嘅心啊，咁呢啲喺西方嘅世界自然冇嘅。咁我哋要知道咧，不退转咧有三种嘅。三种分别啊，第一种咧叫慧不退，第二种叫做行不退，第三种叫念不退。慧不退咧就已经到咗咧呢个声闻成啊，一路收啊，乃至收到四果阿罗汉啦，圣人贤人嘅地位啦，唔会退转，谂住做翻凡夫啦啊。咁仲有咧，我哋话行不退，一心一意咧学大乘咧。个目的系上求佛道啊，往上修啦，下化众生啊，要自己咧学成咧去度脱众生，就唔会再退翻去小乘。我唔理人啦，我要治疗啊，唔会嘅喎啊。咁啊，第三念不退咧，就系、是、个心念咧，总系同佛嘅智慧吻合嘅，唔会再有其他嘅念头啊生起嘅啊。咁呢个就系、是、三不退。其中多有一生宝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啊。咁呢个咧，亦都系话一生宝处就即系头先讲嘅乜嘢啊？阿毗跋致啊，咁就系话呢一生啊就系最后噶啦啊，下一生就补佛位噶啦啊。咁啊呢度咧，头先讲位不退咧。这个圣人之流呢是正了，因为断了见思惑，不是只是断见惑，是见思而惑，那么已经正了初住位了。那大家知道呢，我们的花严经啊，五十二位的菩提路啊，即五十二个阶次，那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啦，即每一个都有十个阶次。五十咯，再加咩啊？等觉，等同佛觉，最后成佛系妙觉。咁而家咧，呢、这个慧不退咧，起码已经正入初住位，先至系修道位嘅开始啊，唔会再退堕去凡夫位啦啊。咁行不退咧，就断呢个尘沙惑咧，就正十回向啊，十信、十住、十回向啊，十回向。佢修菩萨行咧。时时谂住要度化众生，所以又唔会拖堕翻落去治疗汗啊！咁所以佢哋呢类咧已经系有大乘根器，
念不退呢，就是断埋呢个无名惑啊，就永离二执啊，就正初地位咯，即系地上嘅菩萨啦。之前嗰啲系地前菩萨，初地咧系登欢喜地。点解唔欢喜啊？哇，就嚟成佛，梗系欢喜啦吓。咁啊，最后一地咧，十地唔讲咁多啊，法云地。法云系咩呢？你见到云咧，今日都好阴天喎。啲云睇到咧，我地都惊，今日落雨。法云就系啲云系法啊，积聚嚟咧落嚟嘅系法雨啊。啊，咁有意思嘅。咁啊，我哋有朋友咧去拜萬佛參嚇、啊，最近啊拜萬佛參。咁其實咧好多時三千佛參，咁其實咧就每一劫，我哋講緊而家我哋呢個劫叫做咩劫啊？緣劫。對上一劫咧叫聲宿劫，下一劫咧叫莊嚴劫。咁三個呢個劫咧，總共每一個劫有一千佛，所以叫三千佛。講翻而家緣劫咧，即係喺我哋娑婆世界出現咧，已經有四尊佛。如果計埋上一個咧，釋迦世尊係第七尊。講翻淨係緣劫咧，佢係第四尊。大家成日拜忏第一尊，一定拜拘留宣佛。然後跟住第二尊咧，拘羅含牟尼佛。然後第三尊咧就係迦摄佛。咁啊，第四尊就释迦牟尼佛啦。咁每一尊佛涅槃之后，就有另外一尊佛嚟补上嘅。咁呢个咪就一生补处咯，吓、啊，即系佢排紧队咧，最后嗰个到佢噶啦，到佢啦。咁而家我哋有机会咧，知道我哋释迦世尊嘅佛寿。是正法一千年，障法一千年，末法是一万年。咁而家三千几，唔系二千几年哦。释迦佛入灭之后，咁即系话咧，一万年里边咧减翻啲，啊，仲有应该系七千几年啊，七千几年。咁啊留喺呢度嘅佛经咧，就唯一剩翻嘅留多一百年嘅咧，即系末法时期乜都冇。即是一萬二千年之後啊，冇佛法啦。但唯一《阿彌陀經》留多一百年喺呢個世間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釋迦世尊嘅恩典特別嚇、啊，其他啲經都冇噶啦嚇。即係話冇第啲方法會收啊！呢部《阿彌陀經》留多一百年喺世上，俾我哋世人咧係去收。点解啊？就免得我哋咁苦啊吓，咁、啊、有办法咧收到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唔使生生世世受苦啊。咁啊过咗呢八年之后咧，就剩翻乜嘢啊？冇啦，一句佛法都冇，要经过好长嘅时间然后到增劫啦，即系人寿啊，再增加翻起啊。到人寿咧，八万四千岁咧，就轮到下一尊佛出世，保释迦世尊嘅佛位。咁系边位啊？弥勒菩萨啦，系啦。咁阿弥陀佛又边位保佢啊？而家讲紧一生保处嘛。阿弥陀佛边位保啊？观世音菩萨，冇错啦。咁佢嘅佛号叫乜嘢咧？普光，佢系过去。明正法明如来，而家系讲佢未来再成佛咧，系普光功德山王佛吓。咁啊，大势至咧，亦都系会跟住成佛嘅大势至菩萨啊。咁咧，佛号叫做善住功德宝王佛吓。咁啊，因为去到极乐世界咧，可以讲话人人都能够到达一生宝处，即系。都可以保佛位的原因就是刚才上面讲过，只有向上修没有退转的。第二呢就是寿命长，很长很长，是不是？等你慢慢慢慢爬上去，就算根基浅一点的、啊、都有
千千万万年咁收上去，咁啊边度话会唔成功嘅呢？另外一题啦，今日 Raymond 嚟咗啊，旧年听唔到嘅呢题，点解经里头唔话都是？咁、那个原文系乜嘢啊？其中多有一生宝处啊！多有喎、哦，點解唔話係都是啊？拗頭、啊，我哋專係揾啲咁嘅刁轉嘅題目，同大家 去思考。多有咧，即係唔係全部嘅咯噃？啊，唔係全部嘅意思咯，有好多咁叫多有，但係唔係都是一生保存？點解咧？一秒钟俾大家谂，一秒钟谂啊！其实阿弥陀佛咧，又系佢嘅愿嚟嘅。佢四十八个大愿里边咧，其中有一个愿咧就系话：我成佛之后咧，我国土里边嘅人嘅寿命咧系冇限制个寿命嘅，即系佢话个数目冇限制，咁嗰个人除非佢有第二啲嘅愿心，即系话佢愿心咧想去其他世界度教化众生嘅，唔想留喺阿弥陀佛国土嘅，咁啊就有一部分就咁嘅人嘅，仲有阿弥陀佛另外一个愿咧就系话，如果我成佛之后旁边。世界里头咧有好多菩萨会生到嚟西方净土嘅，啊，咁一定都能够修到去一生宝处噶。头先讲寿命咁长，但系又系除佢自己嗱、啊，本来有啲心愿咧，要去其他佛国里头修种种嘅功德，教化种种嘅众生嘅，咁就由得佢去啦。即除佢自己嘅愿啦，啊，咁因为呢个两个愿都系阿弥陀佛所发出嚟嘅愿，如果唔系咁样嘅话，我就不成正觉，我唔愿成佛。咁即系话佢好好咩啊？好俾人自由，即系佢好应该点形容啊？包容，仲有好开通吓，唔、啊、限制你，你一定。念佛往生西方净土，你一定要留喺度，唔系你有其他嘅心愿要去他方世界去度化其他众生咧，你几时想去都可以嘅，系啦，又系好慈悲咯，勉强冇幸福啦，佢知道系咪啊？监人哋系都要留喺度，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嘅人，或者因为自己本有嘅旁边嘅心愿啦。唔要永远住喺西方极乐世界啊！咁所以有时佢喺西方极乐世界里边得到一啲好处咧，佢唔等到修成一生宝处嘅地位咧，就去咗旁边嘅佛国里头去修吓。咁、啊、亦都可以随佢哋自己各人嘅意思，咁所以就用多有唔话系都是啦。而且仲有，其實你考究下，頭先都講緊，仲有好多聲聞成喺度噶嘛，喺呢個極樂世界裏頭，所以唔係全係一生寶處嘅大菩薩嚟嘅，咁所以只能夠講多有嚇。係啦，即係其實去聽課咧，好多層次唔同嘅嚇。嗰陣時。沈家珍啊，呢个好大嘅居士啦，喺美国咧，佢创办咗美国嘅佛教嘅。咁佢咧就话明白到有一次咧，去到一个大学嘅毕业礼 congregation 啊，咁佢见到咧个演说嘅人咧，佢讲嘅嘢咧，对住啲大学生。
或者毕业嘅，佢讲啲好高深嘅程度嘅嘢，即系可能系劝勉啊。佢心尾翻去谂下，劝勉佢哋要向上更进噶。你要收到硕士博士，你唔好净系即系唔系啊？呢个系对住唔系 congregation， 唔系毕业礼，系开学礼。咁啊，开学礼嘅时候咧，对住啲初入学嗰啲大学生，佢唔系讲大学嗰啲嘢，佢系讲最高更高嘅嘢，系俾佢哋一种鼓励，一种劝勉。咁所以即系话，喺我弥陀经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咁嘅意思啦。十方无尽无量嘅世界里边，你睇到有咁多数唔清数目嘅人，嘅层次嘅人，咁啊。从凡夫地可以收到大菩萨嘅位嘅数都好多，咁啊鼓励到啊，人人都得嗰个，咁我都努力啲啊，跟你浅啲都可以努力啲吓，假以时日啦吓咁讲，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吓，咁就即系话数唔到啦，非是算数所能知，但系可以咧用无量无边仲加多一个。大數目阿僧祇無央數啊，個梵文阿僧伽阿僧祇說啊，跟住嘅原文咧，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啊，即喺修行嘅過程裏邊啊，當然發願係好重要嘅，尤其是淨土中係講乜嘢啊？信願行嘛，咁所以佛叫一聲。舍利弗就话啦，十方世界嘅众生，众生闻者啊，唔止边度嘅众生咧，十方世界嘅众生，咁听到上边讲西方极乐世界咁多咁好嘅好处啊，好了不得嘅好处，咁殊胜嘅法门啊，呢、这个殊胜法门，殊胜在咩啊？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咧，众生应该发出个愿心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啦。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咁呢个咧，大家知唔知咧？系佛啊，第一次劝人。你听咁多经，未听过佛劝人噶？喺呢度系第一次劝人。呢部经亦都系佛咧无文字说嘅。点解咧？佢觉得众生咧好苦啊，有好多法门咧都可以修，但未必能够咧系咁容易修。所以净土中呢个念佛法门，尤其是《阿弥陀经》咧，系指持名念佛啊，执持名号就得啦。佢呢个方法啊，唔使你观想啊，观想都好难观噶。以前我初学咧又观，人哋教我你观阿弥陀佛又得，你观。观想菩萨又得，咁你将个佛像喺你面前，咁你坐低啊，翘脚打坐观，观唔到咧，你就睁开只眼望下前面你嗰尊佛像，又叫你喺脚观起啦。啊，观想菩萨咧，原来冇着鞋嘅，咁你观只脚啦，然后佢件袍咧咁点飘，就飘逸咁啦，咁样观上去都好难嘅观想啊。所以密宗观想咧真系几难，仲观嗰啲字种啦吓，好难好难。咁而家咧持名最容易啦，持名念佛。咁其实咧，只要你有一心不乱啊，一阵间讲到嗱，讲翻咧净土宗里边嘅信愿行第一样，就系你信的确系有西方极乐世界，咁啊，所以你有呢个信心去修啦。咁啊，我哋讲翻头先咧净土宗嘅创始人。谭联大师在《往生论》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先呢？就先讲一下为什么很多人都不信，不信那么容易啊，你持名念佛就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一路修修到一生宝处，很多人不相信，因为太容易了，很多人觉得没那么着数，没那么简单。在《往生论》里面呢，就话念佛嘅人咧，喺娑婆世界里边咧，好多嘅恶缘啊，就唔系咁容易修嘅。但系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咧，就
即係全部都係諸上善人啊嘛，上善嘅人啊嘛，嚇、啊。咁只要具備真信切緣信緣啊，就係、是、必備嚇、啊、往生極樂嘅條件啦，啊，亦都係念佛法門嘅真實性。你發願往生，就會同阿彌陀佛嘅四十八大願相應啊，嚇、啊。藉住佛力加庇咧，就可以往生极乐嗱。唔系咧喺娑婆世界里边咧，不断咁轮回啊，凭智力要想了脱生死咧，系好困难嘅事。我以前初初学佛咧，死都唔肯念佛噶，我就觉得哇，仲有咁多经要学，就咁叫我一句阿弥陀佛，等我老啲先啦。咁仲有精神有即系有。能力咧，我都覺得要學，唔係點解佛陀咧？有咁多嘅法門咧，嚇、啊，或者適應唔同根器嘅人咧，係咪啊？咁快就念一句念佛坐喺度，啊，我就話留翻啲老太太念佛啦，啊，白居易都話啊嘛，看經費眼力，嗰陣時佢已經七啊幾啦，白居易師承，然後咧你去做即係嗰啲我哋叫義工啦，就好奔波嘅。你冇體力，你都做唔到啦。咁啊，如何度一生咧？而家七廿幾啦，一句阿彌陀咯。但而家咧，你仲未係七十啊，唔好咁快。仲係要佛陀咧講咗好多經咧，都係一啲必要嘅，唔係佢唔會講啦。咁大家知道啦，咩《妙法蓮華經》啊，《楞嚴經》啊，《花嚴經》啊，大部頭一啲。咁都係一啲必要啊，仲有好多嘅《圓覺經》啦，十二位圓覺菩薩所修嘅，咁啊值得借鏡嘅。咁啊，而家咧淨土法門咧，就講一句持名念佛可以了脱生死啊，其他嘅法門咧就比較困難啦啊，有時咧會退轉嘅，就係、是、有啲嘅惑業啊。未了啦，未盡咧，都會繼續喺六道裏邊輪迴。咁而家咧，有人唔信嘅，有時咧就有個國王咧提出嚟問拿先比丘啦。呢個係好著名嘅古仔，喺呢個小城拿先比丘經，可能唔係小城嘅故事裏邊，就係、是、比喻啊，阿彌陀佛願力可以加庇我哋，可以。滅無量嘅罪業、啊、又可以令到我哋大業往生嘅。咁、那個故事咧就係咁、哦，就話有一位國王咧就問拿先比丘話啦：念佛能夠大業往生係一件好難令人相信嘅事。咁拿先比丘問國王：大王，你諗下，如果有一塊好大嘅石頭擠喺水上，佢會唔會沉落水底啊？会啊嘛，系啊，国王话当然啦。咁拿先比丘跟住就话啦，有咩方法令到呢块大石唔沉落去啊？系啊，国王话冇方法、啊，佢唔谂啊，佢话冇。咁啊，拿先比丘就话，如果将呢块石头好似大家咁提供嘅方法，即系只船度。咪就可以咯，咁而家国王一听就恍然大悟，如果倚仗外力，自然就可以唔俾嚿石头沉落去水底啦。咪同样道理，念佛嘅众生，如果仰仗弥陀大愿，就等于个船嘅力，咁就能够出离苦海，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嘅莲花池嗰度，莲花化生。所以咧，念佛啊，呢、这个净土中嘅人就系、是、只要你坚信，即系信啦吓，好、啊、恳切嘅发愿啦吓，愿、啊、生西方净土。你话我唔想去，阿弥陀佛就唔会接引你噶啦吓，唔、啊、想监你。咁一心念佛咧，临终决定往生嘅。世辉头先讲，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啊、上善嘅人是指正得各
佳慧嘅菩萨吓，头先讲，又断见思惑啊，一阵间又断尘沙惑啊，又断无明惑啊，咁啊分断分正啊，咁啊其实修行嘅过程里边，大家记得系要发愿吓，恳切嘅信发愿，咁啊。仲有呢，你如果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呢，你要抛弃呢世间上种种嘅财禄功名㗎喇噃。即係淡啲，而家你仲喺世上呢，你可以淡啲出嚟啲，慢慢咁啊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个好处呢，就係得证无生法忍。咁行呢，信愿行，行就好简单，好实实在在咁修念阿弥陀佛嘅圣号，去求生就冇话唔灵验嘅。大家有冇怀疑过呢？咁就想请问大家有冇怀疑过？有冇怀疑过？冇怀疑过。咁所以信愿行呢，就好似一个香炉嘅三只脚，缺一不可。唔系咧就摆唔正噶啦，啊会熬噶啦。咁我哋讲紧愿咧，大家曾经有冇发过愿啊？有啊，咁好啊！我就成日都话我唔知点发愿，愿咧就愿无虚发噶，唔可以发虚愿噶，啊！所以谂过先好啊。而家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话，我发咗愿咧要做早晚课噶。有阵时又做唔到，我话其实我冇咁笨嘅，我从来都唔发愿话我一定要做早晚课，边有咁笨啊，绑死自己。嗰个都系发愿，咁你就系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咁你，但系呢个愿系自己，花开见佛悟无生，都系你自己嘅。而家嚟讲紧咧要回向嘅，所以我哋今次会换翻嗰个回向偈啦，啊，系啦，系啦，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系啦，系啦，一阵间你解俾我听吓，你念都唔爽，你一阵间解俾我听。往生论啊，头先讲谭莲大师讲咧，讲翻回向啊，就有两种嘅，即系话有。往上的回向亦都有呢还上的回向。咁先讲往上的回向呢，就是话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愿啊，就是求生西方净土啦，头先讲。咁呢你要将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俾自己啊，花开见佛，是咪啊，咁你亦都要回向俾人，他人愿共往生嘅乐世界嘅啊，咁咧呢个叫往上嘅回向。咁啊，去到咧成言啦，即系话你成就咗呢个方便力啊，咁你咧要发起一个大悲心，要还入娑婆，即系翻去娑婆世界去制度一切嘅众生，共向呢个佛道。咁叫做还上回向嘅，我唔知道有冇打到嗰个 PowerPoint 俾大家，有冇啊？有哦，系。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讲头先讲紧回向，点啊？咁而家解一解咧无生法忍，因为你翻开见佛，咁咧你就会证无生忍。咁呢有少少嘅难度，所以我哋解一解无生，就系将呢个心。安住喺真如实相上边，咁咩叫真如呢？我哋第一堂咧一早一开始，我哋就提咗俾大家呢、这个法界本体，仲有提咗法界本体包括十法界啊，四圣六凡呢、这个十法界嘅本体系不生不灭嘅。咁我哋真如咧系讲我哋嘅。自性，真如自性吓，我哋嘅自心咧本来系清净嘅，咁而家将呢个心安住喺真如实相，真如就系指我哋嘅清净心，本来嘅清净心
啊，而家污糟咗啲咧，你就回复翻佢啊，你用咩方法回复翻佢？真如实相，咩叫实相咧？不虚唔假嘅就实啦，真实啊嘛。啊，如啊如都系啦，真就系不虚唔假嘅，如咧就系平等嘅，就系咁解，就系咁。如是我闻嘅如字啊，如是我闻已经两个成就啦。啊，讲经嘅六成就，如就系咁样，就系咁啊？点样啊？就系好似呢部经咁样讲咯。咁如就系平等啊，呢个先系实相，一切事事物物嘅真实相状，真如实相。而家我哋无生系将呢个心安住喺真如实相上边，即系话唔好再有咁多凡夫嘅情念，即系要抛弃噶啦。咁但系咧，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咧有咩圣人嘅见解可以取得，即系你唔会觉得诶，好多嘢好多时我哋讲咩，在性不增，在凡不减啊，吓，全部都平等啊嘛，在性不增，你话你成咗圣人，有啲乜嘢增加咗咧？同凡夫系咪缺少乜嘢咧？根本系平等嘅，佛体个个都系平等嘅，所以我哋要修就系要修呢个平等心。咁亦都咧无生法忍啊，呢个忍咧系你堪忍受一切众生，你见到咁多人本来系无生，亦都系无灭啊，无生系无灭嘅。所以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话我哋本来冇宇宙间啊人啊，唔好讲动物啊，本来冇啊，当然有啦，六道轮回啊，有畜生啊嗰啲。我哋话点解冇咧？就系冇呢个形象噶，冇呢个实质噶。咁系咩咧？系打个譬如一束脑电波嚟嘅咋，即系一束脑电波。而家睇好多外太空嗰啲。咁呢束脑电波系点嘅咧？因为有个存在嘅状态咧，即系可能系有思维嘅，但系不动真迹。你听过啦？不动真迹即系唔喐嘅，如不动嘅。你出去啊，或者做一啲嘢，呢束脑电波又弹翻嚟原来嗰度，叫不动真迹。突然间咧出咗去，攀完咗啲嘢咧，唔翻得翻嚟。咁我哋地球人咧。听讲咧就系咩啊？光阴天啊，个天人啊飞咗落嚟地球。光阴天喺边度咧？我哋六欲天之后咧，点样数到光阴天呢？四天王天、偷利天、虽然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六欲天之后咧就初禅啦，小净天、遍净天、小净天，总之净先啦，然后咧光啦吓，咁啊嗰度就系光阴天，嗰啲天人咧飞咗落嚟地球，咁然后食咗啲地肥，飞唔喐，咁啊留低咗喺地球咧，就系我哋佛教相信嘅始祖吓，又唔系北京猿人变化出嚟，又唔系上帝咧又制造出嚟，又用。製造阿當，然後用一條肋骨嚟製造夏娃，又唔係咁樣。咁而家我哋講咧，本來一切眾生無生無滅，叫做不動真際。但係因為咩咧？貪嗔痴呢種種嘅虛假嘅亂念頭咧，就現出咗有生滅嘅形象出嚟啦。因為抽三嗔痴，因為十二因緣，佢哋修嘅就係因為無明緣行，行緣識。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就入胎啦，咁所以点解要入胎呢？就系、是、有生咯，有生点解咧？就是、因为贪嗔痴造成好多嘅业咯，吓、一定要善业你翻嚟受报，恶业你翻嚟受苦。咁啊，讲到真如实相嘅道理咧，就系冇灭，亦都冇生。讲到冇生，边度有灭啊？所以咧，无生法忍，无生就包括咗无灭啦。但只是讲无生忍呢，就是安心忍耐，用这个忍耐来譬如无生法忍正德的人呢，他心里面呢很安详很舒服，没有一些念头发生的，
咁啊，正得心念冇生冇灭嘅道理嘅时候啊，就见到一切法都系无生灭嘅。咁呢种无生法忍咧，亦都叫做阿毗跋致。咁啊，见到佛就会证获无生法忍。咁其实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十地嘅第七、第八、第九地都系证无生法忍嘅。到第九地是成熟啲，第七地嘅菩萨就是初证无生法忍啊。咁点解叫阿毗跋致咧？佢哋已经好稳定噶啦，不动地啊，第九地叫做，第十地叫法云地。咁佢永远唔会被外边嘅境界迷惑摇动嘅，亦都当然唔会退转啦吓。咁所以无生法忍都系叫阿毗跋致嘅。所以者何得与如是尊上算人俱会一处，就是说如是就是指上面讲的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声闻菩萨啊，同埋好多一生保处即保佛位的大菩萨啊。因为三宝极乐世界通通都是这些最上等的善人啊。咁如果我哋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每一日都同佢哋聚会喺一齐啊，咁啊耳濡目染咧，就唔会退落嚟啊，一齐啊。咁但系如果喺世界上咧，就会有一啲譬如我哋嘅世界有三恶道嘅地狱恶鬼畜生啦。咁有啲世界虽然冇地狱恶鬼畜生，但都有善人，但系又有恶人喎，系咪啊？有啲世界咧就只有善人冇恶人，但是善人未必一定是最上等的善人啊。咁只有极乐世界咧是最上等的善人喺度啊。咁天天同佢哋一起咧，仲有唔一心向上嘅咩啊？咁一个薄地凡夫，我哋咧如果发愿啊，生西方极乐世界咧，就可以同呢啲大阿罗汉大菩萨啊，日日喺一齐学习啊，又靠阿弥陀佛嘅大愿力。如果唔系冇咁好嘅福气，咁呢度嗰三句咧就系讲劝啊，佛啊劝我哋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嘅缘故啦。咁啊，跟住嗰句咧又系要我好似冇写漏啲题噶，就系话不可以。舍利弗，佛叫一声，舍利弗，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大家认为大家识唔识解呢句啊？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其实咧善根咧。我哋成日都话人哋好有善根嘅，系咪啊？但呢度《阿弥陀经》里边咧嘅善根又唔系净系咁解嘅。好有善根咧，普通我嚟讲咧，哇！你真系善根发上啦。啊，有个细路仔咧，啊，两三岁识拜佛，唔使监佢嘅，佢识走埋去见到佛就走去拜。哇！你实话佢，你好有善根啊！即系佢由细或者过往生咧，已经种咗。咁种啲乜嘢咧？善因善缘啊，或者佢哋做咗好多好事啊，咁英文叫做 has planted good roots， 种咗好多啊，扎根啊，好稳定咁扎咗根啊，咁嗰个叫善根。咁仲有解法咧，就系贪嗔痴系咩啊？三毒啊 ，the three poisons， 咁。无贪无嗔无痴是咩？三善根啊，三善根啊。咁福德咧就系、是、降生做过好多好事，或者今生现生做过好多好事。呢、这个系一般嘅讲法吓。咁、呢个福德咧喺佛教里边咧系要修六道万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修六道万行咧。其实你布施就是明白都是修福的啦。
讲翻善根咧，而家《阿弥陀经》里边讲咧系正道啊，即系话佢嘅善根咧就系持名念佛。咁呢个咧就系亲因，亲因就系最主要原因啊 ，immediate cause 啊。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最紧要就系念佛，系正行。然后助行咧，就系你要做好多六道万行，包括修桥补路啦、扶贫赈灾啦、助一啲有需要帮助嘅人啦。啊，咁你布施都有无畏施啊、法布施啊，种种啊，唔同啊。咁所以咧，呢、这个咧就叫做福德。咁跟住因缘咧，因就系上面讲善根正行啊，你有念佛个缘咧，就是、你唔单止好多人咧睇错，成日都话正行就念佛啊嘛，我就坐喺度一日三万遍，乜都唔使做，佢话我实生紧，咁你冇助缘、哦，你冇嗰啲福德嘅助缘、哦，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啊，个缘就系你要做好多嘅善业。恶业唔做，诸恶莫作。但系你乜嘢善啊，众善都要奉行啊，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啊。咁啊，好多时咧，主要就系话俾我哋听，凡夫咧智慧浅咧，就好多时咧就净系修福。我真系觉得佢哋好多时咧去做义工噶，好多时咧学咗佛咧，我就好唏嘘。一阵间又话去学乜嘢呢，学插花咩班啊？一阵间又学国画，好多嘢学嘅。但系点解学咗佛唔会多啲时间？尤其是有出家人咧，学咗佛咧，话俾我听，佢要学英文，因为咧佢话有好，佢中意嗰啲艺术嗰啲嘢啊。咁啊，好多艺术咧都系英文书嚟嘅，即系好多嗰啲佛教嘅艺术啊，嗰啲佛像啊，嗰啲佢因为咁样佢要学英文、啊，咁点解唔会将啲时间花喺最主要嘅佛经佛法里边咧？我都拗头啊，真系。咁啊，即系话唔可以执着有漏嘅人天之嘅事业，嘅人天福报。咁呢啲人天嘅福报，亦都系叫做小善小福啊。所以梁武帝咧，大家都知道嗰个古仔啦，系嘛？梁武帝咧问佢嘅国师宝智禅师啊嘛，吓咁啊问阿智公禅师，唉，寡人咧今生做九五之尊，一朝嘅人主啊，唔知前世做咗啲乜嘢功德而嚟噶？禅师就话：嗱，我讲你唔好嬲喎，你前世咧系一个樵夫斩柴佬啊！咁咧，因为咧就写有一次上山斩柴，遇到大雨啦，咁啊走入间破庙嗰度，咁呢个破庙避雨嘅时候，见到一长年失修嘅破庙里边咧，个佛像咧俾啲风吹啊雨淋啊，咁你咧唔忍心，你就发咗一个善念咧，将自己唯一嘅草帽就遮盖喺佛嘅身度挡雨啊，咁啊佛以天眼睇落嚟，哇！呢个人有善心、哦，善哉善哉。咁所以咧，觉得佢咧咁穷，唯一嘅烂帽破帽咧都布施出嚟，好稀有难得。所以咧就佢话：你来世咧就喺人间做皇帝啦。梁武帝听到好开心、哦，哇！谂下一撮草帽就可以得到掌管山河大地嘅福报。如果我全国建庙修佛像，咁系咪永世或者生生世世都做皇帝啊？咁所以佢先下旨咧，遍行天下咧，五里一庵，十里一寺，大兴呢件佛像啦、佛寺啦。啊，三年之后咧，梁武帝再问智公，咁啊，我而家发大善心，讲做庙宇，可以稳坐江山啊啩？智公话唔系噃。你唔单止唔能够长久，仲要接受，大家知唔知点解？梁武帝都唔知道，所以大家唔知唔出奇啊！你拗紧头都唔出奇。佢话咧，你
当时的布施咧系无心的吓。咁、啊、你即系话，因为你出自发自内心，所以你得个好大嘅福报。但系你而家咧，你释令天下，讲造寺庙啊，呢啲庙宇咧系有为而为造嘅、哦，而且咧你唔系自己私财去做、哦，你令到啲百姓啊出好多钱，抽好多税嚟做嘅、哦，啲百姓全国都受苦，怨声载道。咁所以梁武帝知道就好惭愧啦，吓、啊。咁多善根，大家明白啊？点解？正道就系善根，即系喺净土中，因为系亲恩啊。咁啊，种种修道嘅助缘咧，包括头先我哋话六道万行啦，种种嘅济世啊嘅嘢啦，都系。咁啊，跟住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得因缘，得生彼国。呢、这、一个解咗俾大家听啦。跟住咧，舍利弗仲有一分钟吓、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咧若七日，一心不乱。咁呢度喺男子女人咧，当然大家都知道，包括在家、出家、六道嘅众生，只要有缘都包括喺里边。但系点样先称做善男子、善女人呢？你都是一心向佛啦，咁即系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咯，系咪啊？点样先至叫善男子、善女人呢？嗱，呢度咧，其实咧，因为根据妻云大师啊，1532至1612啊嘅《阿弥陀经疏钞》，就个善字咧举出两点的意义，第一是宿生的善因，第二呢今生的善类，即是你今生做善人，还有就是这个呢特别挤在《阿弥陀经》里面男女如今能够听法，就是一定是宿世积了很多，收了很多善根，即是切合这个《阿弥陀经》讲的。咁其实咧，一个人能够听到佛嘅名字，前生一定系有善根啊，所以先至有呢个福气啊。点解话咁有福气咧？就系因为咧，能够做到人咧，有五种嘅难处，大家都听过啦。第一系人生难得，系咪啊？要完全唔犯五戒，修到中品嘅十善，先至得到人生嘅。咁啊，然后咧。第二咧，中国难生啊，生喺边地嘅啦？以前咧，而家都好多啦。譬如好多佛经咧，都翻译咗做英文啊、德文啊、法文。咁佢哋，但系唔系全部啊。咁所以中国咧，就系、是、因为有好多嘅西域嘅翻译家啦、嚟啦，好似求住提嘅菩提流支啦啊嗰啲，最先嚟到中国啊，白马台经来佛国嘅。摄摩腾啊、竺法南啊等等吓，咁、啊、仲有西域嘅鸠摩罗什大师啦，咁佢哋翻译啊近代嘅玄奘大师咧，咁所以我哋有好多佛经吓系、啊、印度文翻译过嚟吓，咁 中国难生。第三咧，五根难备啊，要完完全全眼耳鼻舌身意完备嘅就唔容易嘅、啊，譬如眼盲咗就睇唔到。佛经咯，耳聋咗又听唔到佛法咯，啊，舌根咧唔好咧又念唔到佛啦，等等，啊，咁第四咧系善有难直或者善知识难遇，直系碰到咁解。而家喺末法时期，头先讲人心咧恶嘅多吓、啊，只会引人哋做坏事吓、啊，肯劝人做善事嘅少，肯劝人念佛修行嘅更加少啦，咁所以善有难直。第五咧系佛法难闻，咁大家知道，喺《法华经》里头讲话咧，有180劫系空过无有佛噶，180劫、哦，大家谂下，冇佛嘅时间好长啊。而家延劫里头有一尊佛出世已经好难得噶啦，
但系照而家计算起嚟咧，释迦佛嘅正法像法时代过咗啦。而家末法时期咧，我哋头先讲只有7000多几年，过咗末法时期就冇佛法听噶啦。啊，要经过好多万万年先等得到弥勒菩萨啊出世啊，56亿7000万年啊，几耐？嗰阵时就系冇佛出世噶啦。咁所以我哋有人生咧，就要好好地去修咯，执持名号啊，就系、是、一心一意咁念佛。咁呢个咧就系、是、一日乃至七日咧，有两个解法嘅。一种咧，第一日念佛个心仲系乱啊，咁啊到第二日先至可以一心不乱咁去念佛啊，或者要到第三日。或者乃至要到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日，先至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咁呢个一种解法。另外一种解法咧，就只能够六日唔乱啊，第七日咧心就乱啦，唔定啦啊，或者咧仲少啦，只有五日乃至四日、三日、两日系唔乱，跟住念落去都系乱嘅吓。咁啊，如果能够从第一日一直念到第七日，个心都系一啲都唔乱咧，咁呢个人嘅心就好安定、好寂静啊，将来一定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嘅啊。咁、其实呢、这个乱唔乱咧，就好多时睇根气，咁唔系根气厚咧，个人就唔乱噶、哦。你睇下，好多个案都系咧，咩都唔识嘅，字都唔识嘅。佢一心念佛咧，好容易功夫到家嘅。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咧，我哋要喺度停嘅。唔该，多谢各位。下一堂咧系最尾嘅一堂《阿弥陀经》，好嘅。我哋回向吓，唔该，大家都识嘅啦。我哋唔用嗰、那个，就系用翻。我哋一齐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多谢各位啊！